当龙脊观里打得只剩下两队满编时，双方竟做起了谈判。因为小新没有卡了，队伍里的四号变成了谈判大使。可让小新没想到的是，四号居然钻进了对方的老窝，并且狐假虎威的恐吓他们。我有卡，我有卡哦，要把我干死了，一会儿我队友饶不了你了。这让小新很是佩服四号的胆量。你是真敢呀，你是玩葫芦。随着小新的一声号令，队友犹如敢死队一样的冲上了城墙。接顶接顶，别爆雷。可很快队友便减缓了脚步，以致主导全局的元帅小新变成了士兵们的敢死队。无奈箭已上弦，不得不发的小新只得硬着头皮往上冲，在将堡垒里面的一名敌人击倒后，又在与脸上的敌人搏击中不幸被击倒，吓得小新立马求援。打呀打呀打呀，还打啥药啊。由于四号在进攻之时的打药导致两人一死一伤，看到一号与三号的后来居上将敌人击杀，气得小新差点哭了出来。怎么不打那个老师，你的什么玩意儿啊，真是的，跟着我。刚不三个人吗？打着打着就剩俩的呢，剩俩的吗？还有个演员呢。为了解愤，小新只得闭麦发泄自己的不满。哎，老师，你给我脸上抹蹭，我蹭，打死你！可转瞬间，小新就像赵政委说李云龙的那样，是属狗脸的，脸色说翻就翻。落地后的小新立马回到了常态。啤酒零给我留着，啤酒零给我留着，我满屋了。随后舔完自己包的小新便又一次带着队友冲锋了。往前走，来往前走。因为此时龙脊关里就只剩四名敌人了。小新便给队友增加了士气，就四个人了，那一人打一个差不多了，简简单单不是？并让队友随意一点，收枪跑就行了。收枪啊，直接收枪！你看，我打游戏都是直接收枪的。就在小新带着队友来到主楼时，却听到了敌人躲在了水下密室。在底下不用管啊，脚步给你听着。因为只要他们守住出口，龙脊关就是他们的了，所以小新便告诉队友这把稳了，完了，完事了，赢了，吃鸡了是吧？随后就在小新与妹子聊天时，却听到了四号说话的声音。可以可以，你们走吧。而小新在听到四号说确定走吗，以为是在跟自己说话。确定确定走吗？不走不走不走。可四号又接着与敌人对话了。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啊，怎么了？中国人不骗中国人。经过四号与对面的沟通，得知对面是上分的，他们也没卡了，小新便同意让他们离开。你让他们走，让他们走。可经过一顿谈判，可以听出他们有点不想走的意思，于是小新便让四号骗他们自己这边是淘汰王。你们走吧，赶紧走吧。他们要走，他们要走。就我们是淘汰王。他们要走，不要打。我们是淘汰王，你就说。淘汰王在我们这呢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走吧。见淘汰王不大好使，四号竟又搬出了队伍里有陪玩，借此来吓唬敌人。我们队伍里有个陪玩，你赶紧走吧，你赶紧走。就在对方妹子想体验一下点单时，队友直接把小新的身份都说了出去。真的吗？我还想体验一下点单呢。他的 ID， 哎哎哎，啥都说。他的 ID 叫做紫玩喷子的小新。我告诉你，他是小新，你们认识的。就这样，一个说是主播，一个说是陪玩，这让小新很是无语。我全扒不出去了，不好意思。你俩他妈的蛇不牛马不对嘴。紧接着，小新便调侃道：“对方在听到是主播后就不走了，要侥幸击杀主播。待会儿他妈打主播了，还、哎、不打不走了不走了，打主播我要打主播，不走了不走了。”在经过双方的一阵交谈，见对方还是没有走，四号立马狐假虎威的开始恐吓他们。不是你们到底走不走？你就问他走不走，威胁他。不走的话，我们也不走了啊，都打就打了，闭麦了就说。可当小新再次抬头看时，四号竟然大摇大摆地钻进了密室，并威胁敌人自己有卡是可以复活的。我有卡，我有卡哦，要把我干死了，一会儿我队友饶不了你了。见此，小新也是被四号的举动惊呆了。你是真敢呀，你这帮葫芦深入虎穴真的吗？没想到四号竟与里面的敌人聊了起来。因为区域里又来了一名敌人，四号便交代敌人等他们把敌人解决了再来看他们。上面又来一个人了，那我先上去把人打了啊，我一会儿再下来看你们。OK OK。 哎呦，怎么还跟你还扒不上来，还把人打了呢。并且还夸对面妹子说话真甜，声音真甜呢，哪个呀？哎呦我的妈呀。随着四号的越聊越起劲，竟还想把对面的妹子背出来。跳我背上，跳我背上，跳我背上，我捅你出去。捅我出去，我背你出去。这可让小新的哈喇子流出了二里地，随即便调侃四号是个猪八戒。四号这个老色批，得他妈下去他妈的逛上那个猪八戒了，并还说四号是猪八戒看蜘蛛精洗澡。他像那个猪八戒那个偷看那个蜘蛛精洗澡那会儿，他直接下去了，操了。可聊着聊着，四号竟然聊得要跟对面走了。兄弟你别说话，你别说话，你对我小姐姐呢，我跟你们走得了呗。那我跟你们走。当队伍里的妹子听到四号不要队友了，立马开始埋汰。我队友不要了。我队友都不要了，我天老爷，真的吗？你瞅瞅，瞅瞅我被拐走了，你瞅瞅我拐的。随即一号便让三号夹着说话，把四号夹回来。小韩，你给我夹起来，给我勾他回来。可三号却说自己夹不了一点。当听到三号说自己是火钳子时，小新立马被逗乐了。不是我这是火钳子，我能夹了吗？最后四号也是老老实实的回到了队伍中。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我不懂了。见四号已经回来，
小新便向其询问谈判的结果。那他们四个在他们就他们四个能你跟他们说了吗？让他们走吗？在得知对方还要再搜点东西才能走后，为了节省时间，四号再一次自报奋勇的跑了过去。对吧？我去找到他们了。对，你就跟他们讲，我们来个装备，我会把你干死了。我们拿个装备，没事，别让他们走了。因为四号这么积极跑去谈判，小新向其授予了和平使者称号。和平使者来。Hello， 小姐姐，紫色小姐姐，白紫色小姐姐。Hello。当小新听到队友把我们都改成了俺们，立马便调侃队友装起大款来了。走了，俺们拿东西。你们快走吧，啊、我们拿东西，我们要打架去了。俺们来东西，走吧。这块也是你们队友吗？装大款了，家人。最后在队友的劝说下，对方也是离开了龙脊关。拿了，准备好走吧，我们直接走。来，过来拉三刀三甲，过来拿。还有那个砝码是上马的，直接过来拿。好，我们走了。那你们走吧。好。